现在坐在对面的是那个小流氓，是我的第一个最好的外国朋友。我们曾经在去新疆的路上，哎，一起走路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快乐，一起争人，还有一起争吵。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吧。怎么我一个中国人，他一个德国佬，会走得这么一起，这么融洽？所以我们会产生很多啊，而且我们已经很改变环境了。我觉得我在这里的游猎之中，已经非常鸟我忘不了的一件事。现在雷格的书出来了，大西兰都我也开不明白德文是怎么写的啊。然后呢，我觉得雷克把他的故事可以介绍给中国的故众，也可以通过雷克介绍给德国的故众，让德国的雷克的分子来了解我中国的风格，所以让中国的粉丝雷克的分子更了解雷克。那么我想做的是这个事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德国我爱你们，中国当然我也爱我的中国。在这个世界中，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，都是好的，所有的生活都是美妙的。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念缺点，就是上帝降下来来考验我们，来让我们丰富我们的生命，可是我是好事。所以我们要很快乐的、很开放的、肆意的活着，所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欢来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。OK， 现在七星只能讲到这样了。